鸡在那个孵蛋怎么讲？它如果是母鸡在孵蛋，孵蛋怎么讲？马孕，就马孕。马娃。孵蛋嘛，对呀，就马孕。马娃。一样啊，就马孕。马孕个就马孕啦，马娃啦。马娃跟就马孕。马娃马孕一样，差不多。哦。那那个鸡蛋有时候摔到会裂开，那个裂开怎么讲？破裂点。不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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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破掉的意思。嗯。我对不起好多人，心情好糟好冷，让我哭，别安慰我好吗？这养多久？半年多。哦，半年多。嗯。那个生小孩子没有来帮忙。嗯。小孩子没有来帮忙。小孩子没有在啊，都出去。哦，出去玩了。五大仙，哔哔哔哔，五大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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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仙，哔哔。对，有的出去玩，有的先回娘家。哦，先回娘家。对，因为怕那个塞车啊。哦。我大媳妇是彰化人啊。嗯。闽南还是客家人，还是外省？闽南。那他有学一点泰雅语吗？有，他会。哦，是他会学，他是做简单的，他会。做军工教吗？嗯，还是家庭主妇也可以做。对，在上办公室那边。哦，公务员啊。也可以这么讲啊。嗯。因为他做好几年了。哎，有学泰雅语哦。有，他多少有学一些，简单的他比较会。大姐，我这个录影机看一下，看这边。啊。这个去买一台哈，叫小孩子买一台，你们在山上一直录完，然后。栽培给他们，存在电脑再寄回来，以后从50拍到120岁，嗯，以后那个几百几千个小时留给他们，哦，懂不懂？叫他们买一台给你们两个老人家，你们就一直录。他们在外面工作嘛，你不会用电脑就寄过去，他们把它存在电脑再寄回来，你就一直录。这样。这个这样子录啊。吴大师比比，对，好听。他姓吴叫大师啊，他妈妈叫啊不，他的老婆叫比比，哎，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啊，比比是洞口。好，再来介绍吴大师比比来。因为我都说不要生那个遗照留墙壁没有用。他们有的那个雅基100多岁走了就没有了。你从现在开始录后，以后那个你的孩子孙子会长大，他们以后就可以传给家里面后代啊，不是只要传照片，去买一台自己拍。我都叫每个家里面老人家自己买一台拍。嗯，那你们有时候互相录啊，那像刚刚那个你的堂姐的，嗯，你们就互相录嘛，以后都给家族的小孩子 copy， 那可以无限拷贝，可以教母语这样。对，他可以无限拷贝啊，你要10000份都可以啊。我的孙女孙子都在学校都学母语啊。不行，你要让他讲泰雅语跟国语一样流利，可以对话，啊，甚至说他可以写文章，嗯，作词作曲那个才行，嗯，不可以只是讲单字，那不行。哦，那就用那个，我都叫他们用手机、平板、录影机、录音笔去录，嗯，录长辈。那有时候你可以用那个 LINE 啊，跟他通话的时候。孙子孙女在外面就一句一句教啊。我全身都湿了。我不会过来，你不烂。啊，弟弟。啊，弟弟。很好听，怎么讲？很好听。哎呀，是猪嘎。猪嘎。哎，猪嘎。猪嘎不是。哇，这是弟弟。哎呀，是猪嘎。哇，这是弟弟。哎呀，是猪嘎。哇，这是弟弟。哎呀，是猪嘎。
我就是 BB， 没有是猪嘎，猪嘎，猪嘎，猪嘎不是，我就是 BB， 哦，好。那个很好用，很好玩。有时候看视讯很好玩，学泰雅语。这样子哈、哦。你去拍这个歌大概多久了？我拍十年了。哇，十年了。嗯，那个，高一那个叫吕秀智雅弟哦。哦。他前两年过世的。吕秀智。高一男的。前两年过世。他说就在雇那个杂货店那个。啊，知道，也要，也要菠萝是，也要菠萝。张光。不是高玉了。嗯。为那个要卖要护士，他们训女的多了。双口女嘛。对，双口女的呀、啊。我是是谁？训女的在那边。是谁跟我讲？前几天他说你拍的那个已经过世了，就前六七年前拍的。你给我滚！BB， 滚！BB， 滚！我这个滚！上万岁 ！BB， 滚！BB， 滚！我这个滚！上万岁！你给我滚！我就是经过就问他，他在杂货店嘛，我就问一点母语这样，还有他妹妹。嗯。你有信心的话，将来以后就有成功啊。但是这个没有毛怎么讲？啊？没有毛。应该不紧。哦。嗯。这个会，这个会很香哦。你要做麻油鸡哦。没。三杯鸡。还没有那个，因为小朋友他们过几天才要来。我先给他杀，因为到时候就不用忙了。因为当天他们来就刚杀，就忙来忙去。我还是都在外上班嘛。都在外面上班啊。全部要过来。就一个老大没有。你们家里面有没有电脑？嗯。家里面有没有电脑？现在目前没有。之前有，他放在外面。先生，要拍照吗？不要摄影可以吗？我们有权，不可以摄影。我们有权，把你关机好吗？有空我来教你哈。你们这边，你们这边网络很强，都可以上网。对呀、啊，这边都可以。大概这个。电脑那个屏幕很大，眼睛比较不会受伤。啊、你刚看那个手机小小的，电脑屏幕大，又可以用手用电脑看。对。我刚拍那个叫什么？陈建信、陈长信。为什么刚才那是那个？不是。这还不干的，来。我有三个男孩子嘛，都在外面工作。一个在开公车。哦，开公车，客运。一个当邮差。一个邮差。哦，都不错的工作。一个是在这边开黄包车。黄包车是计程车啊？计程车。哦，啊。他去彰化，对，去回娘家。总共几个孙子？
孙五个，嗯，外孙四个，哇，很多呢。对，两个女儿嘛，三个男的，是一个大女儿早就上天了，两年，差不多两年多一点了。我问你一下哈，自己养的怎么讲？马亚纳纳，再念一次。马亚纳纳，马亚妈妈，纳纳纳纳，马亚纳。那个野生的怎么讲？野生。野鸡，他们去山上抓那个野鸡。野鸡怎么讲？就是比方说野猪啊，不是养，不是养的野生的猪。怎么讲？我野菜想不起来。就是不是自己养种的那个外面的。知道啊。野生，我们对叫怎么讲忘记了？有毒怎么讲？有时候那个青蛙、癞蛤蟆有毒，有毒怎么讲？我来自台东，我喜欢充气娃娃，我每天晚上都需要充气娃娃，无时无刻的时候都需要他的照顾。完了，接力。Aku rasa kau bela lah. Ah? Aku tak. Aku rasa laki sura. Aku tak. Nego di si. Oh. Kecil di si. Oh. Ah, lau kong. Aku kecil su 27 tahun jauh terbang. Hmm. Sen tiga anak. Isteri macam mana? Ina. Ina. Oh. 那如果那个女婿呢？亚妈。亚妈。对。哦。那个你孙子啊？我外孙。哦。一个在开，要在骑那个是我外孙。他是念高中嘛？没有国中。哎，是哪一个？哎，是哦，我早上拍那个，哦，我早上就拍他。对吗？我在骂他。那那个。我半开玩笑骂他，男生怎么讲 ？banana，banana，banana， 我念是 banana，banana，banana，banana 香蕉，香蕉，那个 banana， 我没有男生有香蕉 ，banana， 怎么叫男生有香蕉？不太直，男生有香蕉，俺们有香蕉，香蕉怎么讲？棍棍，棍棍。香蕉很好吃。我说那个英文都不会讲啊，然后那个又没有专心打篮球嘛，我说去打，我说你身材很好，去打篮球。他很喜欢顶嘴，我说你嘴巴给我闭起来，我说没有礼貌，我说幽默可以不要没有礼貌，所以说在讲正事。后来讲到后面就不理我，走掉。如果被他妈妈，或是那个被他妈妈发现，会羞辱。我本来叫他弹钢琴呢、啊，我说表演一下，他妹妹也会弹嘛。对呀、啊，他们在学钢琴嘛。对、啊，我说弹，哦，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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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唱歌嘛，又不给我说你也在教会表演，人家会拍呀、啊。小孩子很顽皮，没办法。他条件很好，我说你不要顽皮，嘴巴不要那么坏。我说先听我讲完，你在开玩笑，不要我在。我、哦、好，谢谢。妈妈为什么？不好意思。对。啥子？我妈娘拉鸡了曼谷，了曼谷跟麦跟木子。我妈娘拉鸡呀，过几天。阿爸，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让你。马烧让你。嗯。关机。啊，你放出来。阿妈，我肚子饿，我想吃饭，怎么讲？马烧拉尼，马烧拉尼，就这样吗？你让我有米上，哦，什么？你让我有米上。妈，这让那惹了麻烦，这个先帮。不要那个了。对呀。阿姨，阿姨，阿姨，等一下，先不要走，阿姨。嗯。好了，好了。哦。那个好久没有看到，怎么讲泰雅话？不想，你是不带嘛？难道别？好，好多。你们哪个别啊？啊？哪个？家好那家家人哥。好。哦。你们好。可把给他演。好。你会听我们的话吗？慢慢学一点一点。慢慢学。现在要这样。讲话给他大声一点，他。拍给小不是，拍给小朋友学。阿妈老了。你教我一句叫。
天气很好，怎么讲泰雅话？布拉盖恩。散步呢？散步。啊。木萨古抗议。木萨古抗议。抗议。啊。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很健康，怎么讲？很健康。你是超级棒。全部都是，他的全部都是写这种讲我们的那我现在只是过来拍他，因为我们很多原住民要认识这个人，因为他到处放啊，到处放，每一个啊，每一个，你看国际乡公所他也骂，反拍啊，国际乡公所他也骂了，要用到我的手机了，这是图书馆，做什么？你用到我手机的就不要干嘛？干嘛？是我啊，是我，他每个都，他就这样子。干嘛？你觉得怎么样？小姐，你可不可以请讲这个动作？我没有动到你啊，你不要在那边，你可以反拍我，我不能反拍你。先生，我可不可以停下停下？因为我这也是图书馆，你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好不好？那你都要把它关掉，我就不拍了。你们这样子，你们到外面去。不是你这样子，我们那请他到外面呢。不好意思，可以请你们去外面好吗？你这样子，我们图书馆很无辜哎。是的，到底是我们的错还是他的错？他先把他抛到网路上，现在我们现在怪我们啊！我今天刚好碰到他啊，我们家乡的人还蛮想认识这个人的，所以我就拍他哦，他就是很有名这个周琦大先生，就拍这样拍让大家知道而已，对。因为他把我那个你把他撤销掉了。我为什么要撤销掉？我的他有没有撤销掉啊？对啊，他抛了好几个嘞，三四个嘞，三千万张吧。照片啊？对啊，抛我们的。脸书的那个什么封面照啊，对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要碰到我机器哦。哎，啊，不理我。很健康，怎么讲？罗嘎树这样。哦，那个罗嘎很多都套上来用哈。对，栏目就喜欢你。他说那个烂掉是什么？等骂啊。哎，对。因为我在那个壁后学的，然后旁边那个阿姨就一直笑，我说那个面放太久会烂的，等嘛，然后旁边的阿姨一直在笑啊，他说你怎么乱讲呢？等嘛，烂掉了，德鲁古叫布老，烂掉臭死，布老就是烂掉，那个叶子烂掉什么？反正我们的话有一点不同。那个臭生怎么讲？啊？臭酸。臭酸。有时候那个便当放久会臭掉，酸掉。你会，就是酸掉。有味道了。哦，那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冠军，那个自卫的动作怎么讲？将军，起三里令啊！不然怎么讲？三里令啊！将军，起三里令啊！不然怎么讲？三里令啊！将军，起三里令啊！不然怎么讲三里令啊？不然怎么讲三里令啊？不然怎么讲三里令啊？不能吃了。是跟肉，是跟肉，很臭。他们还讲那个手干哦。手干是有味道。有味道。你们那个，它的含义比较多了。很大是吼爸嗲爸。对。还有什么？很大还有什么讲法？我只听过吼爸跟嗲爸。很大，很大，好大，好大，很大。那个男生他们有的讲嗲吧？哦，那是可能是。有还有别的讲法吗？德鲁古叫巴鲁。巴鲁。巴鲁哦。你们很小叫几爆啊？对。哦。那如果他那个有的那个猪的皮很厚跟很薄，怎么讲？皮很厚很薄怎么讲？很麦加很。很麦是什么？厚。厚。太厚了。很厚。很麦。
皮很厚，那那个很皮、啊、很薄呢？薄的很面，很面、哦、薄对薄。那有时候那个三枪那个皮咬不动，很硬，很韧呢、啊。黑肚、啊、三枪肉，有时候那个皮呀、啊啊、咬不动。黑肚。加黑面黑肚。哦。加黑皮。很硬很度。那如果煮不烂怎么讲？男生那个打手枪怎么翻？马拉瓦乌蛋。门哪？马拉瓦。马拉瓦是碗。马拉瓦乌蛋。马拉瓦乌蛋。抠逼，抠逼比那个要怎么翻？有些男生会帮女生助兴回去那个抠逼比哦，叫那个调情呢、啊。那那个怎么讲？那个。抠怎么样？是用挖吗？还是用这个？那叫抠。这个。那叫抠。这个。那叫抠。不要藏起来，快点，赶快教我学。好像是 money 啊？好像是 money baby。跟 money baby， 跟 money 就是抠的意思。哦，没办法煮烂，就是皮太硬。怎么煮也不熟，不是熟，是煮不烂哦。那个有的太硬了，那个皮太硬了。水牛的那个皮也要煮很久。黑肚，黑肚。哦。太硬了。嗯。等一下用那个烧了才那个搞的。哦，你这样火烤。烧它的细毛要烧一下。这样才那个。给它烧一烧。喷一下，它那个皮会缩起来哈、哦。有的会用那个稍微火烤一下，哦，那个就很香啊，用那个木炭烤。因为我们牧师有一次我帮他杀一只给他嘛、嗯，后来他因为我用这个他的细毛用这个，嗯、他说你用那个烧哈，对，那个很香，吃起来很香。你如果用那个木头的火烤更香。对呀、啊。烧焦了怎么讲？嘎露。嘎露。哦。烤焦了。烤焦。嘎露。嘎露。那个狗有时候会去追车，那个追上去怎么讲？追啊。你就装傻。那个装傻的如果话怎么讲？装傻。啊，装傻。假装不知道这样。你就卖 gay 啊，那个装怎么讲？Menangi ni kita. Menangi 是 Menangi 假装。哦，假装不知道 ini kita. Ini kita. Menangi ini kita. Kita. Menangi 是假装的意思。Menangi ni kita. Menangi ini kita. Kita. 哦。Menangi bibi 叫 gay bye 吗？啊。Menangi bibi 叫 gay bye 吗？啊，Menangi bibi 叫 gay bye 吗？啊，他们现在讲说 gay bye 就是又假又鸡掰，叫 Menangi bibi 就 gay bye 呢？可以这样翻吗？不行不行，他去追人呢、啊，他要去咬追过去了，那个追怎么样？还没要。The wound。他们要 the moon。The wound。The wound。对。很嫩，怎么讲？就以为。啊。很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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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细皮嫩肉，那个很嫩。老姜怎么讲？生嫩姜跟老姜。老姜，对 ，Nagis， 好老了，哦 ，Nagis， 也是老人的意思吗？很嫩，哦，很嫩，那个嫩的，哦 ，Nagis 是老的意思，老了，哦，老姜，嗯。
我对不起好多人，心情好糟好冷，让我哭，别安慰我好吗？你自己在泼我了，你也不要碰到我的机器哦。脸书啊，他就骂我说，啊，我这是慈济大学的学姐吗？对啊，他直接侮辱我到我们学校啊！我那个公然侮辱原住民，对啊，大头，我去问一下官好不好？哦，好，开始。嗯，嘿，然后呢？没有怎么样，因为不是我报警的，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报警，他知道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对吗？自己知道吗？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啊，嗯。就这样子啊，没有什么事。嗯，好。我不知道他是拍什么。对，那你现在在拍什么？对啊，他敢拍我就敢拍他。处理完了是吧？爸，这样子处理完了啊？没有，我不知道。那你现在要怎么帮你？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处理，我现在报案。你现在要报什么案？你要报什么？我报什么协助你？你现在骚扰民众啊？骚扰？我没有骚扰你啊。我骚扰民众。我现在说他们骚扰民众，我现在又骚扰你啊。我跟你一样啊，我跟你一样，我们也是在你旁边看的，啊，你也只是拍，我们也是拍啊，你现在也是拍我们，你们现在不就在互拍吗？对啊，所以你是不是也骚扰我？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被跟警察备案，说你骚扰？对啊，你们两个这样子，对不对？蛮好笑的，东西收起来好不好？两个一起收起来好不好？他收起来，我就收起来啊，两个一起收起来好不好？对不对？要不要我叫人来？叫我们来干什么？太无聊了吧？对啊，你先收起来啦，请他们离开。我在图书馆，我在用电脑，是他们来的。这是公共场所，我不能来吗？你先把摄影机收起来。就像你说我们昨天乡的人为什么要请你离开？不要吵，你先把摄影机收起来，然后你先生你先把手机收起来，好不好？他不收起来，我要怎么收起来啊？对啊，毕竟是你先拍的，那你就先收起来，他也收起来，好不好？那你们这样子拍，那我们到底在这干什么？他不，我干嘛要拿下来，对不对？对啊，因为他也很无聊啊。你先拍人家的，你就先收起来吧。应该没有办法处理的。你要我处理什么？不死怎么讲？不顾不顾，德鲁古叫布鲁，那一颗一颗的哦，像外星人。我们通常叫不顾。不顾。哦。那个中风可以怎么讲？中风。中风。中风。可以说不能动怎么讲？麻痹啊，麻痹。五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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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麻痹，五脚就是不知道了。我，哦，没有感觉了。啊，没有感觉，就是躺着不知道了。就是瘫痪了。啊，瘫痪。植物人这样啊。嗯，对，五脚，咱不。母还是母？啥是？不知道了。你再发音一次，母还是母？对。不是母将，我们叫他母将，母将，已经没有，都没有动了。嗯。干嘛帮他？哎，阿不伦，你们点呢？阿妈摸你的人这不行哦。好吗？这本身很糟啊！不要走，拿我机吗？不要走。那个截肢怎么讲？啊？这个断手断脚截肢啊？不言。那个是母胃和瓦都一样，母胃跟瓦切掉是补弄，补弄，母胃嘛，补弄是已经切掉了。那如果那个掰卡怎么讲？一跛一跛的那样啊，比嘎，比嘎，哦，比嘎，一掰一啊，哦，比嘎，跛脚这样。那有的会这样，喝到抖，一直抖，一直抖。啊，那个是。那个，喝到酒精中毒，手就一直抖，那个怎么讲？那个抖怎么讲？会抖这样。
Levin 啊，就Levin这样。抖，就像我们冷的时候也是会抖啊，一样啊，我们冷的时候这样啊。哦，对，那个Levin，那个蛇里面有那个胆哦，很苦，那个胆怎么讲？蛇胆。有魂。有魂。有魂。很苦那个。嗯，对，有魂。有魂，那很苦怎么讲？嗯，就很苦啊，苦瓜那个苦，吃那个蛇胆很苦啊，那个苦怎么讲？苦那个什么毒？把我们衣服纽扣户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哎，什么毒品？那是胆啥？啊，胆，胆啊！哦，什么毒？什么毒？那是什么毒？对呀，有红，有红，什么毒就对了。胆是名词，是叫有红。嗯，有红。毒念嘛？什么毒是很苦的。辣的话，什么毒？哦。再给我点一下。嗯，胆很辣嘛。给我点一下。帮忙我，帮忙怎么讲？帮我一下，帮忙。帮忙。嗯。你过来帮忙一下啊！人貌，人貌，人貌，你来帮忙。哇，人貌！哦，你过来帮忙嘛？很团结呢。团结。团结是团结。哦。团结。团结。团结。Tolong, to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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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long.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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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阿苏罗巴代达米隆达达，巴阿苏罗巴代达米隆达达，多伦多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哦，非常棒，谢谢谢谢。再一首好不好？有没有别的答案的歌？观众看一下嘛，你对不对？你不要挡啊，给观众看一下，这就是大师不变。给观众看一下嘛，对不对？你不拿下来，我干嘛要拿下来？对不对？可以了吧？你们家要关到什么时候？我问他，他不关掉，我怎么关掉呢？这很好笑的。那边就让他这样子就好了，没关系，你们可以回去了。没关系啊，我们就一起站啊。不要碰到我手机，对不起啊，要不然我会用手机。等他很闲嘛，我们就给他，他不。